从我在中国，我一直都在环德路上班，一直到上一个1月1号，我那个合同结束，然后我在考虑一个就很不容易决定的两个选择，还是我回加拿大，还是我留在这里。我这时候我就发现，怎么会在亚洲的其他国家，比如说日本、韩国、泰国那些国家，我们的那极限鞋有长得这么厉害？就我们都认识几个专业选手，是从那些国家，为什么在中国没有？那我就这个我不明白。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，也是全世界人能玩溜冰鞋最多的国家，那怎么可能人能玩极限鞋这么少？所以呢，我们开了 Arrows 这个店，我希望 Arrows 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服务，带来更多的产品，然后有更多的人加入极限轮滑这个队伍。然后通过 Arrows 这个店，我希望认识更多的朋友，能跟更多的朋友在一起玩极限轮滑这个运动。大家也应该留意到我们这次的极限轮滑短片交流活动，我们最近引进一些新的品牌来支持了这一个活动，也希望通过这些品牌来支持中国的极限轮滑。但是我们发现在中国能买到极限轮滑鞋的地方特别少，所以我们开了这一家店，也希望在未来的几年里面，全国各地有更多的轮滑鞋店开起来，所有的滑手能在他们的城市买到自己喜欢的轮滑鞋，希望中国的滑手越来越牛逼，能给大家更好的机会去使用更多。你带的路，你带的能跑。Yeah!